大家又很难去找到一个那个新的翻译，这很明显，这很明显要去第4，然后后面第4。 2到9的数字，把这个数字加1乘2，然后加上6，然后除以4个箱子放进大箱子里，然后按空间分隔来放。所以在这4个箱子中再放一个小箱子，分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里面的这大箱子都放了4个箱子，那就是16加4，然后在这里箱子。 再放一个更大的，因为这个长比数列的问题，长比数列因为那里面的那个16个箱子都里面有4个箱子，那16再乘上是64，那64加16加4，就这样回事。 所以结果是这样，是85乘一个4乘一个3，就是1020。啊？ 12只，然后就是用那个万圣节的那个日子1031点是刚才怪物的数量，刚才12只。